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月十九《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立法院完成总预算审查，行政院长苏贞昌去致意了后，再向总统来请示，也请总统赶紧指派新的行政院长。过年有休十天，这围炉煤甲车温度烧热，车里个有冷气乱到位。目前北部地区的这高速公路已经有淡薄地在塞车了。另外，国内今日增加18000外的本土病例。另外，过年期间确诊病状也是有192间的病院会当视线看诊。立法院下晡完成总预算审查，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到立法院致意了后，随即总统府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双方会谈点外钟。苏贞昌透过面册表示，为着要开创新局，已经出来向这总统请示，也请总统赶紧指派新的行政院长，而且伊也带领所有内阁人员重视。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总预算审查了后，几个民进党立委去台南做伙翕相，要离开的时阵，搁握手说多谢。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平嘛，甲苏贞昌互相打肩胛，有送别的意味。接著苏贞昌去总统府，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双方讲要点外钟。苏贞昌在人面前讲，九合一败选迄天已经主动请示，毋过去用挽留。今嘛总预算案通过，为着开创新局，阁一届向总统请示，请总统赶紧指派新的内政首长，而且会传领内阁总辞。因此，所有的所长对于过年期间是有怎么样的情况，还请紧盯，让维持运作。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内阁都要总辞，民进党正国会几下立委召开记者会，呼吁新内阁应该多元化、少年化、民主化，任用有民意代表，也是有县市首长经验的人做内阁成员。三分之一以上由担任过立委或者是县市长者来担任新的内阁组成，应该有这样接地气政府的一个思考。要若接手的人选，新的行政院长会由副总统陈建仁来接。副行政院长会是前桃园市长戴文灿，前嘉南市长林友昌会接内政部长，文化部长许水源会离开，经济部长王美花甲交通部长王国才会留任，新的人事可能伫个过年了后正式启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过年假期有十天，明仔载开始咧受着东北季风影响会凉小寡，不过围炉煤加初一温度较烧热，到初二时阵又个冷气团到位，也有真侪民众伫今仔日已经提早休困咯。高速公路北部的部分咧下晡开始就伫塞车，也讲到桃园机场咧透早就真侪人要出入境啊。排队要等安全检查，真侪民众是选择过年连假的前一天，就请假安排出国旅行。等来台湾过年的人嘛未少，通机场估计，再到一天出入境的人数都有70000+。因为前一天飞的话，机票又便宜了一点点。今天有没有提早出门？怕说人多还是什么？有啊有啊，提早蛮多的。提早多久了？大概？你平常提早一个小时吧。各道高速公路的部分嘛，对下晡就开始出现第一波的车流。高公交估计，十天的年假内面，西部的各道在假期前三天，南向的车流量真大。后三天是北返的车流量多，上台的同款是国道五号。假期前三天，南下拢会再去塞到暗时。在国道五号部分，南向尖峰日为初一至初三，可以建议用户朋友在早上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而国道五号的北向尖峰日从初三开始至初八，会建议用路朋友在早上九点前出发。过年天气部分，25东北季风报道，宜兰花莲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二九暝到初一，东北季风减弱，高温会回升到20度以上。西部地区要注意起雾。初二开始，强冷空气南下，一路会影响到初四，高山有机会降雪。初五、初六寒流减弱，初七又冷空气南下，北部、东北部搁再降温。大家最关心的是在初二之后，冷气团南下。影响到初四这段期间，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波冷气团的强度大概来到强烈道路冷气团等级，也不排除有接近寒流的机会，有的整体的温度有可能在10到12度之间。气象局提示，年假期间天气两三天都有变化，要随时注意加穿一件衫。气象专家预测，初二报道的强冷空气强度有可能比预期的更加强，温度无排除更低，民众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过年期间，为着要确保这确诊的民众会当受到医疗照护，指挥中心宣布启动过年医疗服务专案。全台湾上部有191间医疗院所，伫咧过年期间无休困，提供时讯跨境甲开药啊。另外，国内今日增加18000外的病例，比顶礼拜是降20%。室内边挂嘴安有机会伫过年了后就宣布。新冠疫情继续降温，十九增加18024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四降期20%。中重症195例，死亡有48例。为确保新冠快筛阳性的民众得到适当医疗照护，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启动春节医疗服务专案，全台至少192间医疗院所，在10天连假无休困，会提供视讯看诊甲开药啊。会在春节的10天连假期间呢，来提供每一天的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视讯门诊，来做快筛阳性确诊跟治疗给药这些的服务，也包括可能会提供的是夜诊。因为春节不少人出国回乡，或者是等在台湾过年，可能将奥密克戎主流病毒株 BQ.1、XBB.1.5 等传回台湾。指挥官王必胜强调，注意疫苗应降低个风险族群感染加重症死亡，各类疫苗保护力会对时间下降，所以今年一定爱多做一剂次世代疫苗。今年我想可能是一定会打这一剂，一定会打的，我想是鼓励大家会去打的。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打到第六剂了，没有错。现在不止爱防堵新冠，也有防流感病毒。疾管署公布增加一例流感重症死亡病例，到目前为止已经4例流感重症死亡个案，都是无注流感疫苗的老大人。以昨天为例，昨天其实光这样子的症状我就筛出4个，全部都是 A 型了哈。那表现，所以除了 COVID 的流行之外，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医师可能还在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呼吸道感染的情形的出现。指挥中心提醒民众，春节期间群聚活动增加，无排除新冠、流感、跟诺罗这3种病毒侪患，建议民众过年之前应该做新冠次世代疫苗加流感疫苗，尤其是有慢性病、老大人加幼婴啊，应该尽量避免参加大型聚会活动。另外，第二阶段嘴暗要放冷，室内免挂嘴暗，有希望在春节过后散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今下晡三读通过112年度的这中央政府总预算，本地编2,791亿落尾抬300亿，另外发6,000块现金的全民共享特别条例草案，条也无共识，这专案可能要保留协商，可能要等到4月才有机会来发。国民党团表示，讲这过年要加班心预算。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民表示，昨送出委员会上见2月17日才会当表决，发现金可能爱伫咧4月中啊。也批评国民党主张过年进前发现金是无负责任，而且是无常识行为。立法院长尤锡坤是希望调亚龙爱退让，达成共识，变成一个月领导。伫咧昨昏透早呢，即台北市的内湖康宁病院有一个查甫人，伫半暝的时阵走去病房讲要看亲人。即护理师甲讲，即半暝啊唔是开放时间。即查甫人就对护理师起脚动手，护理师是被拍甲规身骨伤。即病院已经报案了，不过即涉嫌的嫌犯却甲警察讲又食酒，即犯案过程全部放袂记啊。警方甲伊问话了后，也已经甲伊函送侦办。头壳几下所在肿起来，目睭嘛乌青，颔骨也阁红肿受伤。这个失业者护理师，收到在被半暝凶凶叫患者的家属拍，倒是感觉真惊吓。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现在是半夜，然后长辈他们也都在休息，不是探视时间。”然后他就说：“怎样？这又不是大陆。”然后就开始狂打我，就是打头啊，然后就是从门口那边一直打到洗手台。这个刚拍的姓林的查甫人，半暝啊3点外，雄雄走入去护理之家。伊唔呐无咧管探视的规定，还佫家来家靠近护理师拍。因为病房内底大部分拢是吊床的坐血人，护理师无法度化救人。伊伫个狂拍3分钟至5分钟的时阵，同事才发现无对档，赶紧报警察。不过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已经离开病院。这个现行犯离开了之后，跑掉了。结果呢，当事者还要去做笔录。这样子情况之下，太不公平。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恶劣的行为已经让院方气到提高，内湖警方已经有掌握嫌犯的身份，专案以伤害跟医疗法通知这个共拍姓林的查甫人到案说明。今日查缉到案，据警方查证，犯嫌当时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故有施暴行为。警方讯问了后，把这个查甫人依法函送侦办。
不过这个红牌护理师现在只要看到电梯门开开就会感觉很惊吓，都怕嫌犯再来乱。目前医方已经有加强门禁的管制，不过也呼吁要加强警力，不能让医疗暴力的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传出有两骨髓肌肉萎缩症的查甫囡仔，因为国内健保给付的年龄限制条件太过严格，这新药啊注一档就要开上百万，敢那会当走去中国注一档十五万呢，却引起众人议论。即马健保署甲药厂沟通，两间药厂拢同意降价，那准二月底健保会议通过，有机会伫五月实行。国内之前有一个两骨髓性筋膜萎缩的囡仔患者，因为爱用的药啊，无符合健保给付的标准，而且价钱真贵，负担真大，所以去中国注射当新的药啊来做治疗，一当只要自费代票差不多15万，伫咧台湾都要专家自费200多万来注射，比较起来伫咧中国是便宜真多，引起各界的关注。健保署找药厂协商，即马包括百间甲罗氏药厂拢同意健保的落价方案。我觉得以量制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目前我们已经有两种药物要准备纳入健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那我也期待详细的规定公告之后，病患是可以自由选择我想要用哪一种药，那用了之后如果是因为副作用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替换药物。健保署表示，目前两骨髓性筋膜萎缩的药品给付的条件是出事12个月以来发病确诊，而且开始治疗的年岁还未满7岁，目前差不多有一成患者有下用。未来新的方案若是通过，3岁以下发病，7岁或者是7岁以上，运动功能在15或者是15以上，都有符合给付的条件。若是以国内差不多400个患者来算，符合条件用药的人数会当为41个人增加到200个人。我们这两个药品它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给付规定的话，我们会提到专家会议跟共同拟定会议上面去做一个讨论。至于每一个病人他比较适合用哪一种的一个药品的话，可能还是要医生跟病人之间要做一个比较妥适的沟通跟讨论。健保署表示，因为有签署保密协议，落价幅度无法度公开，不过介绍确实是让人满意，按算二月底会在健保共同拟定会议讨论，一切若是有顺利，相信会在五月初进行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前台联立委罗志明也过海军退役少将下服航，牵涉到强奸案，高雄检方查过声押，两个人都被是交保。检方提出控告，今仔日高雄地方法院重新开羁押庭，当庭是裁定罗志明下服刑，两个人是羁押禁见，确定是无法度回去过年。被告二人所涉犯侵害社会治安之公益考量，为避免被告二人串证畏罪逃亡，保全被告二人已侦查案情细节，且考量现今社会网络发达，若命拒保折付等侵害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避免被告二人串证而可替代羁押之功能。检调对2013年开始将案罗志明、夏福祥等人可能受到中国吸收，伫台湾发展组织，最近抓两个人来侦办。虽然两个人唔承认罪行，不过法官认为两个人涉案期间有几落届出境的记录，而且有亲情伫咧国外，有逃亡的可能性。目前是裁定羁押禁见，而且伫咧看守所内边也袂当接触任何资讯。欧洲议会大动作停台湾，18通过外交加防御的这个年度报告，内容有写到优待部分，包括指出台湾是后面的关键谈判，呼吁后面的执委会加台湾就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等等。咱的外交部除了表示感谢，也强调在咧中国继续威胁台湾的时阵，这欧洲议会收听对台湾有重要的意义。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的安全恶化了真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且持续增加对罗西亚的制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呼吁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战车。And we,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m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The time is now. They urgently need more equipment, and I'm personally in favor.Of supplying tanks to Ukraine. 澳洲议会嘛增加停台湾的力头，18包括通过外交和防御共同政策的两份年度报告，内容指出台湾是欧盟的关键谈判，
呼吁欧盟执委会甲台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除了谴责中国持续对台湾做军事威胁，也强调讲坚决反对任何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呼吁中国停止所有危害和谐稳定的作为。在中国持续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的此刻，欧洲议会的强力声援对我国政府及人民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有风声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伫二月初五至初六访问中国，到时会伫北京甲中国新的外交部长秦刚会面。这嘛，看到是延续美中去年一年的拜习会。I'll say that Secretary Blinken fully expects to travel to Beijing next month. We're working closely with our counterparts in the PRC to see to it that this trip is constructive, it is productive, that it's substantive as well. 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十八嘛伫苏黎世，甲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见面。双方同意美中会伫经济甲金融问题加强沟通，也加强两国的对话。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国际新闻。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十九雄雄宣布辞职，任期到后个月年底。伊是纽西兰有史以来上届少年总理，伊带众人来抗议，要入选到时代杂志一百个有影响力人物。不过最近呢，这阿尔登无合法处理民生问题，支持率一直落，可能影响到工党年底选举。And so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I will not be seeking re-election.And then my term as Prime Minister will conclude no later than the 7th of February. 这篇五年半，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辞职，不落久之前，才因为未政敌引起争议，十九雄雄为政坛投下震撼弹。I know what this job takes, and I know that I no longer have enough in the tank to do it justice.2017年，阿尔登37岁接联合政府领袖的职务，是纽西兰1856年以来上少年总理。伊伫纽西兰北部偏乡大汉摕到传播学位了后，进前伫前总理克拉克的下工作，后来去英国担任布莱尔政府的政策顾问。2008年，伊第一摆当选国会议员，担任总理了后，两摆带工党伫大选当中得胜，也佫成做全球第二位伫任内成绩领导人。因为真受少年选民的欢迎，国内各府杰辛达空调世界会用看到支持伊的周边商品甲标语。啊，毋过伊执政期间挑战真多，将近18个月都发生清真寺枪击恐怖攻击，伊伫穆斯林头巾亲身安踏受难者家乡，一礼拜内完成枪击管制修法，受民众的侮辱，后来伫新冠疫情爆发，伊真紧放弃，成功将国家稳掉咧。啊，不过伊最近却因为无处理好民生问题，通膨甲犯罪率升高，支持率落差，对苏利奇的选举不利。啊，不过伊否认这是一个理由，只讲这是为着要背叛亲人。I'm not leaving because I believe we can't win the election, but because I believe we can and will, and we need a fresh set of shoulders for that challenge. And so to Neve, Mum is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hen you start school this year.And to Clark, let's finally get married. 纽西兰要在今年10月中举行大选，阿尔登辞职了后会继续留任国会议员，一直到大选结束。工党是在辞职了后3天内，经由党内选举推出新的总理。目前副总理罗伯逊无想要参选。公司新闻杨干编译。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伫瑞士举行，乌克兰的第一夫人欧伦娜受邀请去演讲。除了呼吁各国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外，伊也表示讲会把一封和平计划批，请中国副总理刘鹤转交给习近平。另外，针对着18伫咧基辅郊区发生直升机失落来，致使乌克兰内政部长丁兰过身，欧伦娜也表示哀悼。穿着酒红色的西米露，坐伫边岸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伫瑞士总统介绍了后，行去讲台。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欧伦娜受到邀请去演讲，表示会把一个和平计划批，请中国副总理刘鹤转交给习近平。Сьогодні я передаю колегам учасникам цієї частини формулу листи від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їни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佩莱德有写到乌克兰不忘得到中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也结束将近十一个月俄国战争的和平方案。沃伦纳阁转交批予瑞士总统博塞兹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若是战争的结果是乌克兰失败，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呼吁各国要继续收听乌克兰。对于十八日基辅郊区发生袭击，造成乌克兰内政部长这些人过身，沃伦纳也表达哀悼。伦敦主席马领导出席会议的人，要爱一分钟。Remembering and honoring the German minister that just passed away. Thank you. 俄国战争特别满十一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到下令，要为战争征召士兵达到150万人。十八日起，圣彼得堡视察军工厂，搁在会见替俄军人甲民间爱国协会代表人士的时阵，搁一摆强调，其实乌克兰是为着阻止战争。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это, как я уже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опытка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Путин 马俄罗军工厂的工人认为工人努力生产武器，和俄罗斯生产的防空飞弹是美国的三倍，对实现俄罗斯取得最后胜利有帮助。也表示俄军的勇气和英勇主义，也是俄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特别过年啊，这国泰的空服员工会因为不满资方无看重欠人，一个工作安排混乱的问题，决定对今开始被依法休困，而且不被配合加班。国泰航空公司表示，目前航班运作拢是正常的。另外，香港开放入境变 PCR 了后，香港政府宣布对1月30日开始确诊唔免隔离。Standby 的同事，当你收到 Crew Operation 的电话之后，你只需要在135分钟之内到达公司就可以了。面对抗议片甲员工说明安怎正常上班，国泰空服员工会是不满资方无得插第一线的员工人手无够的这问题，决定19开始发起暗中做工课，干那做工作守则有规定的代志。那是第一休困日，就算公司有需求，嘛无要配合上班加班。288个乘客，原本有7名空服员，但是现在只有4个，所有工作做到最后自己去厕所吐，这个是蛮常发生的。甚至下飞机之后，有救护车来把我们的同事接走。空客的量会一直增加，是因为国泰航空对外客机不因为疫情停飞，造成公司财务的危机。期间是大动作裁员，几千个空服员拢无头路。现在边境开始解封，航班是愈来愈多，但是欠人的问题无解决，休困的时间愈来愈少，工作安排阁真乱。就算甲对方反映嘛，拢无共识。他有他们的诉求，但是飞机也都是正常起飞跟降落，目前航班都正常。国泰航空强调，特别过年啊，挂保证运作是无问题，航班无影响，只是劳资双方无共识，上加旅客受影响。香港第一开放入境唔免 PCR 了后，港府即马阁宣布对1月30日开始确诊嘛免隔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讲，会改予市民家己负责，建立新的生态系统。记者综合报道。人是肉做的，不是铁派。这南韩后个月要提出新法，改做平均一礼拜上班无超过52点钟的限制之下，延长工作时间有春秋。这礼拜上较济，后礼拜就上较少。虽然看起来劳工会当把这上班时数刷顶当，事实上真有可能一声就要加班到无眠无日。另外，在法国有真济劳工反对把退休年龄延到64岁，在19搁再发起大罢工。33岁朴尚先，即天利用食中岛饭的时间，到首尔一间困中岛咖啡馆，都伫凉凉椅啊顶馆困一下。점심시간이용해서이렇게쪽잠을자는편이고요그일과뭐연애뭐이런시간을제개인시간을챙기다보니까잠이아무래도부족해서이시간을유용한시간을이용해서잠을자게됐습니다在南韩，亲像爱食中昼时间提来报名，已经成做未少上班族常态。因为因的工时普遍伤过长，统计显示目前有超过1800韩国人每礼拜工作时间超过50点钟。下个月南韩政府要推出新的劳动法案，加班规定会更加长久，改做用月做单位，劳工应在一礼拜内工作60点钟。按过同一个月内底其他礼拜工时要减少，会符合平均每礼拜工时52点钟的上限。通过希望安尼最后能好工时减低，好有饲囡仔甲照顾家庭需求的人，能春秋调整工作时间。不过劳工率先回高工时的状况，可能会更加害，好更加侪人唔敢结婚生囝。
저는 어쩔 수 없이 실제로 육아 때문에 14년 이상 일했던 그런 커리어를 그만두고서 육아에 지금 집중을 하고 있습니다. 근데 만약에 앞으로 이번 정부가 근무 시간을 늘리는 쪽으로 계속하게 된다면 저는 둘째 나이 꿈도 꾸지 못할 것 같고요. 另外，法国为抗疫健会年金改革计划，将即马六十二岁退休年会延加六十四岁。法国各行各业，包含七成小学老师在内，要伫十九展开大罢工。巴黎真侪学校已经打出告示，一日工未停课一工。Rallonger l'âge n'a aucun sens. Ça ne permet pas aux jeunes de venir travailler, par exemple. Ça bouge des emplois. Au niveau de la santé,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n'y a rien qui justifie cette réforme. Rien de bon dans cette réforme. Dans... 这项罢工可能和交通被停、被工公共服务停落来，也个工会威胁对支持法案的国会议员站街等等。法国政府是警告，任何干扰民众生活行动都是民主社会未当接受的行为。公司新闻站回应并言。美国的 Microsoft 因为经济衰退，宣布要裁员一万人，大概是全世界五派员工。这也是 Facebook、亚马逊大规模裁员了后，对全球经济无信心，用裁员手段来面对的这个科技公司。微软公司在十八天将会裁员一万人，并且用十二亿美金支付遣散费、硬体设备的更新，还有其他相关成本的支出。这边裁员大约是全世界员工五派能力，比去年的规模还更大。A lot of companies are using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get more efficient to align their cost structure with their revenue base. These types of cuts would not impact their ability to grow, their ability to sell.And even their ability to innovate. 微软首席的执行长纳德拉在你和员工的会里面讲，公司就会正认真来做，因为全世界部分地区正嘛正经历衰退，也暗算其他所在也会出现衰退。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科技业的需求正强。不过现在来到后疫情时代是已经开始下滑，微软这个时阵裁员，不过也准备这个关键战略的人工智慧领域扩大发展。也就是最近在传讲，将会对开发出开工机器 ChatGPT 的幕后团队 OpenAI 加码投资百亿美金。有人因为经济趋势无头路，也过有人因为敬业得到实质的收获。当澳洲真侪所在因为通膨欠款出现罢工的行动，奥地利三十五岁产品员马丁霍夫曼是因为逐工拢去上班，并且在工作真认真，得到公司加薪。Auch so, das geht ja dann nicht nur ums Gehalt oder nur ums Geld, sondern auch um weitere Bedingungen, Arbeitsbedingungen, die auch rechtlich im Kollektivvertrag festgelegt wurden. Martin Hofmann, die Leguni, Zadige, die Diogasin, Zapa.相对有相关协议，感觉真满意。当局甲工会伫咧情势失去控制之前，采取缓和的手段解决冲突，摕到双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中华警方搁再查到一个外送平台外送员趁造钱给人客时阵，甲这假钱造给人客，目前已经有四个受害者，专案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外送平台业者表示讲，会停止甲这个外送员合作，而且会配合警方调查。外送人员来到槟榔档送食，要造钱给人客的时阵，所提的一百块纸票，在一摊内底竟然夹假钱。中华健康最近陆续接到民众通报，讲收到假钱，随着组专案小组来办案查这个姓赖外送人员。警方伫咧伊的徛家和伊的身躯顶，查到两张1000块、5张500块，还有200张100块，这全部是假钱。啊，利用外送送餐的机会，那找零给民众的时候。夹带啊，百元伪钞，它的一个编号哦都是一样的。那上面其实也有一个哦明显的一个印章哦是玩具钞。详细甲看这一百块的假钱，上尾五个号码拢是880VJ， 顶头阁印着玩具纸票的字样。一个姓赖外送人员去年11月伫咧购物网站顶头买着假钱，利用外送的时阵，甲假钱造给人客，时间已经连续要3个月，目前有四个被害者。槟榔档业者表示，当时收钱的时阵无注意甲看，是警方来调查的时阵才发现讲家己受害。警察打来，我才知道啊！啊，这我也不知道是假钞，我没有摸，我就放着，我就放在包包里面。哦。
警方即马正透过嫌犯的外送记录，全面调查讲伊赚到偌济黑心钱和偌济受害者。专案依照涉嫌刑事伪造货币诈欺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另外，外送平台业者是表示，目前也未接到警方的通知，若确定犯罪事实，会随停止合作配合检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75岁阿婆，最近摕到这旧的美金去到银行要换新台票，不过说予银行员发现讲，伊摕是假钱。银行有报警察，阿婆向警方表示讲是朋友拜托伊去换钱的，唔知道这是假钱。虽然是这款的这个精油，不过也是爱以身发办。查某人来到柜台要换纸票啊，甲美金要换做台票，甲看这高高一纸的100块美金，拢总有50张。不过行员一个接手，就随发现讲代志无对等。真个甲假的票啊，甲比起看卖，差不多是分袂出有啥物差别。75岁姓李的女子到台北市这间银行要用假钱来换，煞去互掠包。伊阁甲警方讲，伊唔知影讲这是假钱。李姓妇人辩称不知道这是伪钞，系受邻居陈姓妇人之说才到场汇换。警方循线通知陈姓妇人到案，亦称不知道这是伪钞。两人侦讯后，依伪造货币罪，已经地检署侦办。就算讲伊一直咧驳回讲伊唔知情，不过要是予警方甲移送法办，行员阁甲警方讲。在去年年底的时阵，伊就捌2次真成功用这个假钱来换掉，只是讲迄当阵连银行的人嘛中计，因为伊摕这款美金是旧的美金，在分别顶关有困难度。要叫我收这些旧版的货币，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有这些辨识的辨识的能力，不然的话。不小心收到这种超级美钞的话，超级伪钞的话，是蛮累的。用透光检视的时候，可以在钞券的右侧部分，可以看到那个富兰克林的水印。警方要分别真的甲假，嘛是要透过透光鉴定了后，检视浮水印，还佫有安全线，才佫甲看这个正平的下角票仔油墨变化，提醒民众。旧的美金即马伫个市面上已经无流通，改用新版的美金来发行。假使若有人摕这款的美金，要是卖家收，安尼较妥当。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北市这店租伫倒位上介贵咧？这调查显示，讲中山区一间小店面，去年一月一个月租金爱125,000元，平均这一平是租人15,600+元，是全台北上介贵所在。另外，台北嘅东区商圈已经进前一平是租2万，即马一平是达到11,200元。有专家认为，讲这中山商圈少年人爱行搭，即几年是愈来愈热闹。台北市中山商圈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文青商圈，真受少年人的欢迎。这嘛，好这个所在，正做去年台北市店面租金上贵的所在。很多就是好看的店，就是有点文青风的店，是那种小女生很喜欢来的地方。以前都逛过了，对，就这边比较多新的店。小店的关系出起来单价比较高，那主要因为商圈的特色，因为它比较偏向文青属性，那。里面也有一些百货公司，那整个商圈对于年轻人来讲那购物的一个 CP 值很高。专家指出，中山商圈在捷运附近，四口里啊有百货公司，巷仔内嘛有袂少真有特色的店头会当说，是啥真侪人来遮行搭。根据去年实际租金来看，中山商圈的一间小小的店面，在去年一月份，以每个月125,000元租出去，算算的一平都要15,623元。不过早期称在是台北店租上贵的东区商圈，一边租金是11,200元，即马排第二，现是台北市商圈的消费力大大咧转移。过去真闹热的东区商圈，店头是愈来愈少，嘛大袂少要租人的广告。可能现在就是一个触底，那可能呈现一个缓步复苏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要回到过去这种单凭20,000元，这种比较辉煌的一个时代，可能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除了东区商圈，那像落车趋势，受到疫情影响，国际观光客相继的西门町商圈，嘛要变复苏。短期内想要恢复疫情正常的光景，恐怕是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有一个女性参意大利好野人三千八抚养因的囡仔，去年底法院做出暂时处分的裁定，八岁查囡仔爱伫咧休寒休热的时阵参因的老爸生活，一个月自己就要来出发，不过囡仔并无意愿要去。今日日本基金会顶边间团体赶伫旧历过年进前开记者会，希望社会拢来听到这囡仔的心声。另外，最高法院伫暗头啊已经紧密停止执行，一直到控告确定进程，拢是有效的。这也代表讲，这查囡仔会当伫台湾过年。哇！如果实在太虚，那就不要，因为呢，谁可以保证回得来？特别过年啊，不过八岁囡仔所烦恼初一就要出发去到基大利，真空复原甲基大利互相的抚养权纠纷，进前台北地院家属法庭是做出暂时处分，是裁定女童伫休关的时爱甲老爸生活，随着时间接近，囡仔愈惊吓。在自以为自己可以比小孩更能争取小孩的利益的时候，他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倾听小孩的内心的声音。几内民间团体指出，去年宪法决定做出111年度宪判二第八号的判决，并且指出，官裁定无充分尊重囡仔的表育权。伊嘛提出几个基点，亲像法官自侵权判决到去年的裁定，敢若用死刑甲囡仔的对等两界，而且是伫裁定了后才补助死刑。因认为，并无充分听取到囡仔的意见，应该撤销裁定。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克服这个不能害怕自己不能回来的恐惧，那他跟我表达了非常的多次，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民间团体认为，进前囡仔就是有真恶回来台湾的经验，才会惊去就袂当回来。而且法官的裁定是讲，考量女童上好利益，但是对囡仔来讲，对伊上好的就是熟悉的人甲所在，大人的纠纷无应该牺牲囡仔，呼吁各界同道三工。记者连立凯台北采访报道。九威电力公司会伫咧台南的安定区设天然气发电厂，按算自控制六年，提供大台南生活圈一个南区的电力。不过设厂的这个地点离社会主体预定地只有800公尺，离台湾历史博物馆一个安南病院等人口较济所在也无远，居民是强烈反弹。下晡市政府也召开记者会表示，会徛伫民众这边，只要居民有记录，就会暂停审查九威电厂的开发案。看过去，遮块台糖特定农业区农地，一个气息拢唔正物件。这是基于天然气发电厂设置的地点，但是居民遮不满。我们政府的政策呢，我们台南市的政策呢，低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继续实行贯彻。自救会的主要的诉求就是远离住宅区，远离台南。安定区就是一个台南市的市中心，怎么会把一个厕所放在一个我们市中心呢？就居委会指出，发电厂离社体有定地，仅啊800公尺，嘛只我台湾历史博物馆，就算地点伫安定区，但是真侪所在拢含安南区来交界。发电厂到安南边，伊是无到5公里，边伊边有真侪学校，人口数超过12万，呼吁业者定选地址，为了消除居民的疑虑，市府十九开记者会。希望中央监督业者好好和地方沟通，那边总共记录，只会和人民协作会暂停审查开发案。只要我们在地的居民有相关疑虑的部分，针对空屋、针对安全的部分，我想我们经发局这边不会受理他的一个审查。针对民众这么多意见，九威电力公司也回应，公司一直都是依法办理，未来也会继续照现在的法规去做，尊重市府的声明，会继续和地方沟通，也希望地方不要有声认为一定是安怎的主观意识，会做好沟通的准备。过年后会等生意和居民沟通，也会透过说明会消除外界对天然气的误解，让大家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有真济车祸现场，无一定有监视器，为着要鼓励民众，即行车记录器的资料，会当来协助调查交通事故。高雄、台北、台中拢提供奖励金，台南市政府也宣布要提供上济10,000块的奖金，希望民众做伙来调查即车祸真相。轿车对后边弄着奥多麦造成交通事故，加在真家厝监视器，才当让警方了解事故原因。若准路口监视器翕无到，警方要追查就是真困难啊。因为安尼，新台南市也定定奖励金合法要点，提供奖金的方式，鼓励全民做伙来掠偷走的人。经过审查核定了后，就当请领奖金，上关当领着10,000块。
人心啊是最美的。那台南的话，我们如果再多一点点奖金的话，我相信有一些可能他们也可以很非常乐意的提供出来。如果现在因为有奖金了，会更可能会鼓励大家，除了有正义感之外呢，还能不能看到奖金的份上，然后来发挥正义的力量。根据实施要点民众检举调查到疫事件或者是一般交通事故所提供的录影资料，拢需要制作单位记录、调查笔录，而且提供真正名姓等正确资料。另外，检举调查到疫，而且协助警方侦破案件者，依照受伤、重伤、死亡不定案件，每一件提供3000、6000、10000块的奖金，而且提供录影资料协助警方厘清事故原因者，要奖励金。检举肇事逃逸案件，然后并协助警方侦破者一受伤、重伤及死亡案件，每件可请领3000、6000及10000元奖金。那如果是提供一般交通事故的录影资料，那协助警方厘清肇事原因的，我们分别会一受伤、重伤及死亡案件，我们分别会提供1000、3000及5000元的奖金。民众影像等资料检举车祸案件，会当帮助被害人，佮有奖金通好摕，是一检之故。不过警方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无细理发生车祸，一定要通知警察，千万唔通自己离开，避免去犯法。那阵害人受伤或者是死亡，而且过来逃走，就要担起调查到一个刑事责任。记者温正贤台南报道。在苗栗的私立大成高中，去年因为欠薪水问题，全校只剩三个老师是搬到开学。今麦搁再传出讲欠债西学生专车、游览车业者，对自2020年底到达总共有195万的车主。这大成高中董事长表示，因为董事会成员不足，无得做出重大决议，已经由国教署请法院来派遣董事啊。受小组化甲经营无好的影响，苗栗县私立大成高中去年八月才发生无法度如期开学，转学生到其他学校读册问题。即马阁有负责学生专车的游览车业者，指控学校为2020年十月到即马，总共欠195万的车钱。停招之后呢，学校有老师或主任啊，有叫我们说，就是会请人家来跟我们联络。看车资的部分，就是厂商的部分要怎么的去分，就是拨款，就一直到现在。大成高中创校76年，是苗栗道分地区有名私校，包含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前新竹县长柯敬存都是校友。按过去年11月开始欠老师薪水，和学校25个员工57个提出辞职，去年全校只剩三个老师无法度开学，宣布停招。面对欠学生专车业者钱，学校无好人来表达董事会成员不够，无达到法定2/3人数，已经会由国教署请法院派挂派董事，人数较侪才能做重大议决。学校董事会的成员不足，所以依照私教法，没有办法超过2/3以上的人出席做重大的议决。我没有委请国教署，请法院派任官派的董事来补足董事会的成员。大成高中董事长强调，目前学校资产两亿，负债3300万，未来依照国教署安排，用学校退场基金来处理，或者是想要办学的人来承接。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幼稚园负责煮饭、煮点心的阿姨，只有领基本薪水26400块，有的人一做就是做10多年了，拢唔捌调薪水。今日工会也呼吁县政府应该爱好好检讨。这个都市塞餐车去国校的幼稚园送餐，一天要做3顿，包括早顿、中昼顿甲下晡的点心，全部拢伊一个人咧处理，担头是真重。不过宜兰县国校负责幼稚园的都市，煞干那拢领上基本的薪水，而且阁有扣薪，嘛无加急。那像我第一年进来也是基本薪资，那我做10年了，我还是基本薪资。伊这个姓郑的都市做咧，已经做10几年，不过算是拢领上低薪水。伊一个人除了爱处理63个私生的食食，幼儿园无同阶段囡仔，有法度报物件的程度嘛无同款，处理这个物件嘛爱有区分。比如说嘉义市，他还设计了，即使他的体型没有那么高，可是他有可以晋级的机会，让出工可以看到希望。最近嘉义市已经甲都市加薪水，而且还阁建立加级的制度，薪水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宜兰教师职业工会认为讲，做幼儿园的囡仔食食是真专业的工课，薪水低而且无加级，地主流动率真悬，嘛影响学校食食的品质。
宜兰县应该比较家己市，把都市的薪水调好高，而且建立家己的制度。这部分我们未来会在讨论研议相关的一些制度面，对，那我们这边也会积极建议中央能够将这个除工的一个薪资制度金额的部分，希望能够纳入法规去研修。根据管府的统计，宜兰县49间附设幼稚园，拢总有58个多子，拢是领基本薪资。管府讲针对工会建议，接下来讨论相关的机制，卖建议中央把都市的薪水制度法制化，嘛让地方有标准通好依循。记者综合报道。上只听到的过年传说就是年兽，不过大家敢知影台湾有家己的传奇故事哦，就是丁狗。伫新竹有老师用台语要讲，予大家了解。台语老师用活泼的方式向大家讲丁狗故事的由来，大家大人囡仔拢真认真听。古早时代，年节故事上有名的就是丁狗，只是随时代改变，已经愈来愈少人知影。那丁狗就是较早的人帮因夹油灯的迄个狗神啊，就是迄个神明。啊，到要我过年的时阵，大家拢会烧银啊，啊，甲银啊粘伫个每一项因要感谢的物件顶冠。啊，毋过有一冬，因袂记甲迄个银啊粘伫丁狗的身躯顶，所以丁狗就因为安尼生气。就走去天庭交玉皇大帝斗，啊，土地公就交大家托梦讲，啊，明仔载玉皇大帝要做大水，所以后来因就决定，把迄好食物拢煮煮的，然后把迄钱拢分分的，所以后来就变作是咱自高美做伙食饭为乐，阁有咱摕第二钱的由来。除了丁狗的故事通好听，现场也有过年台语游戏会当耍，另外老师传用西雅印来做红包录啊，让大家动手做。过年红包，啊，这丁狗的故事，阮拢唔知，想讲，带囡仔来参与这活动，然后了解咱的传统。因为家里长辈都是讲台语，想说给他来听听看，就是台语的故事，就是体验一下，说就多练习台语啦。老师用台语讲故事，耍游戏，除了会当提悬加深大家对台语的兴趣，也让大家提早感受到过年气氛。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亚洲真侪国家正咧准备迎接这兔年，不过越南的十二生肖内面无兔啊，顶多是用鸟来代替，所以即卖因大街小巷内面，有人看到用鸟的图样伫咧装它，同款有过年气氛。越南首都河内古城区，年会大街充满喜气，大红的果丁甲春联红包一摊刷一摊。啊，不过详细看，无看到包只兔年的应景兔啊，却是大鸟小鸟一大堆。原来越南十二生肖无兔啊，这是年迎接的是鸟年。通常这文化比中大比，就在xem đây là một nền văn hóa gốc nông nghiệp, hay còn gọi là nền văn hóa thảo mộc.Thì chính cái nền văn hóa thảo mộc này nó sẽ phù hợp với cái đời sống của con mèo nhiều hơn và đặc biệt nhất là đối với người làm nông nghiệp thì lúa gạo và ảnh hưởng đến mùa màng chỗ mà为什么越南的兔年叫做鸟年呢？讲法正是，越南讲是兔年相应对的地基是猫年。猫的发音跟鸟的同款，有人讲是越南的气候地理更加适合鸟啊。鸟也对农业社会贡献正多，而且兔跟鸟翅拢是正同款的动物，使用鸟来代替。还有讲法是，龙年了是蛇年，蛇可叫做小龙，所以虎年后边接鸟年较适合。无论如何，鸟年对当地人来讲，已经是代代相传的风俗。我们不关心到个数差别太多。Giữa con thỏ với các con mèo. Tuy nhiên thì mình nghĩ từ tổ tiên các cụ. Đối với Việt Nam thì mèo là một cái biểu tượng nó mang sự đến sự may mắn. Và em nghĩ nó sẽ thiên về sự kiểu như là nhanh nhẹn, thuận lợi. Đặc biệt là kiểu trong công việc thì mọi người đều mong muốn có một sự thuận lợi nhất định.越南人真爱鸟的清气甲巧，认为伊亲像囡仔同款，永带予家庭幸福快乐。鸟年之前，街路出现真侪鸟的状态，吸真侪人来翕相，为这年营造出动人的越南特色。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5度到18度。
表里到分林对13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8度。特别过年啊，嘉禾伫最后要来甲咱的观众朋友讲恭喜，伫咧新年头、旧年尾，祝福大家家家户户赚家火，行东东好，行西得宝，行东西南北拢食清免烦恼。不管进前互恁开偌济，即个新的一年会予大家赚回千千万万倍。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禾，咱再会。